国任何的大街上一抬头都能看到京东，里面没有假货，极度的赛，你就一辈子这种活得已经耻辱和失败上痛苦。高考肯定是改变了我的一生的，那是因为呢我们家庭条件比较穷，我觉得我只有去北京或者上海这两个中国最大的超级大城市去上学，而且要读最一流大学，我觉得才能让我站得就更高一点。最早创业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外婆身体不好，她是每天都要吃药，她要去输液，但是全家都是农村的嘛，只是想能够赶紧赚点钱给外婆有足够的钱给她治病。今天呢，我们回顾一下即将过去这一年吧。老师，我去了北京，花了奋斗了整整10年。搜狐发帖子，103发帖子，在留言留下我们是京东多媒体的，我们有什么碟片多少钱，如果你需要一项产品的话请您汇款给我。你说这不最低级的骗子一样的，当然了我们不懂互联网，我们还觉得很正常发帖子，结果发现没有人给你汇款，没有人联系你，就是因为在 Citibank 那总版主帮我们说了一句话，我京东多媒体，这是我在中关村5年以来没看过这家公司卖过假碟片，还有人在 BBS 上买我们。中国森呢，从做生意第一天开始就不卖假货，所以你如果没有5年坚持卖正品碟片。没有了曾南木说那句话，绝不会有今天。我也奋斗了20年，还跑到了美国。京东集团的股票代码为 JD， 以收盘价计算，京东的市值大约是285亿美元，在已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当中，现在排名第3，仅次于腾讯和百度。只要有足够的时间，终有一天我们会超过阿里。这次是一个操作人创业者。现在整个京东集团的这管理啊团队已经是稳定而且成型。我个人呢重点是4件事情，战略、文化、团队还有新业务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